来，你们想看谁猜一次？男的吗？来 ，Yes。就小新跟希尔猜对吧？对。来，你们两个人现在对立。好，来，现在翻下一个。没有，现在可以近一点了。现在可以近一点了。我这边是吗？这样。OK， 你们猜谁会赢？给他看，不能看他啊。好，来，顾问，你拿着。输的吧。好。宫保鸡丁。啊？什么呀？宫保鸡丁。怎么了？这次我不玩了。他那个宫保鸡丁怎么跟你这个有可能是宫保鸡丁？他看你为什么看这两样菜是太容易了，对，这太容易了，这菜太容易了，这太耍赖了。让我找一个不容易的。你知道为什么我猜中是宫保鸡丁吗？这个，来，你们俩对好。不，你知道我刚才为什么猜的是宫保鸡丁吗？不想知道，我想告诉你，因为我从眼睛里面反光看到的。好。不回我。OK， 来，我失聪。你们现在不要看了啊！来，完了，什么？哎呀，我都不想猜了，来问吧，你先问。先问。女的吗？加你。Yes。哎。他快吗？啊，快吗？快吗？不用快，你不用管吗？你只要说 no 就对了。问吧。是女香港女艺人吗 ？Yes。昆明的吗 ？No。问吧。你这么玩没意思了。没有，他们让我来，没关系，来吧。站久一点。好有激情啊！是关之琳吗 ？No。来，小新问，女的吗？对。啊，女的吗？女的。Yes。说。啊？女的吗 ？Yes。干嘛呢？我问问题啊。对，张柏芝吗？不 ，No。两个人玩生气了一会儿。玩急眼了还行，两口子吵架了，灯烤了，你知道吗？几个字？不，两个字吗 ？No。好，问两个字吗 ？No。